你在朋友眼中到底有多讨人厌？年终清算，新仇旧恨，一次算清楚。太精彩了！你出来了，里面的感觉好像我才从地检署里面出来。不舒服，爱玩欲擒故纵的把戏。你跟我从等于传到香港，你在香港怎么做人啊？所以喽，这就是我怎么面对他的，怎么面对别人的，就机会更少了。吃米豆腐，这个算功德一件呐，不要讲。我什么时候吃你豆腐？有一次奶哥是不请我们吃饭，对不对？然后那天你喝很多了，我穿短裤，你就吊光头，停了停了，回来回来，我是冰箱看到你到红金妈妈呀，冰箱嘞。会，哎呦，好吧，敬酒不吃，你别吃罚酒。对，人家如果讲出来说，哎，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承认就好了。每天我们要承认嘛，要不然要好好一个解释嘛，是不是？一年到头，我们把这个坏习惯统统改掉，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啦。就像周楚除伤害一样，对嘛？除掉蛟龙，除掉猛虎，猛虎，再把自己给除掉。对，然后自己呢，根本就离开艺能界，这就是你们今天最大功劳了。欢迎四位 Kid 小甜甜、白云、谢杰里。觉得自己有缺点吗？面来这里怕不怕？怕不怕？我觉得我应该是零缺点，零缺点。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人际关系上面，我还处理得非常好，零负评，零负评，绝对不会有人讲出什么东西，因为你零朋友。很有这个，完全是空的，帮不到人。但是我就是这样走过就演艺圈这么多年，我还真的还蛮少听到人家在外面说我不好。我知道了，有可能是谁？你以前 Circus 的团员。哎呦，哎，如果是那样的算，就不要拉出来哦。有可能哦。如果是他的话，他的把柄更多在你手里。这倒是真的。你们又是医生呢？那人家有讲过一句话，非常重要，是个。良药是苦口，没错，对不对？良药苦口，然后呢，忠言是逆耳，你听了你会叉叉那一种哦，那就反正都是好的，好的，对不对？那个甜甜有缺点吗？太完美，就是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完美。那白宇的缺点一定有缺点啊！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没有缺点的话，那你就是圣人。你的变化是真的最显著的，最巨大。怎么样？就是头发有越来越稀疏。有没有考虑？有没有考虑去植发？啊，有，已经有在洽谈当中了。对，有在洽谈的。结领呢？结领呢？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可能有人不能来，我是来补的。哦。因为我在演艺圈其实没什么朋友，大概朋友就是逸翔。所以逸翔在这边，而且他不会讲你。而且重点是我已经跟他绝交了。哎呀，为什么？没有，因为有一些小事情绝交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能讲。所以你今天要控诉他？为什么？来。逸翔，你先控制嘛，逸翔。其实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不用，他自带麦，他自带。只是说可能有一些误会，但是现在都化解了，没事。现在大家都很好。你们有，他们真的有事情呢？真的假的？好吧，一个一个走上诚实讲台。面对控诉者的指控，艺人必须回答解释。若回答不满意者，必须接受饼干盖打头惩罚。上面你的缺点，勇敢面对他。你看一整面都是，也太多了吧？开，请看。哎呦！哇，这么多！哇，这好厉害哦！看到没有？还说自己没有缺点，自己念出来那么多，自己必谈感情，别人只有不认识的字，你举手发问。都懂。南约哥拒人于千里之外，我知道谁来了。宪哥，宪哥，你对啊，就是你，这根本就宪哥骂我啊！不是不是，做主持他压力大个屁啊！更大咖应该是周杰伦。没有，你有跟他合作过吗？因为最后一句去千里之外。说你穿着难看，这个我觉得，你最近代言不是代言，他自己的做品牌，连那个衣服卖翻了，没有啦，卖到他已经快离开艺能界。不用了，去出来靠 OA 啊，没有，他靠衣服就够了。对，而且他每一场你是卖会或什么见面会，你都亲自到。对对对，一定要亲自到，而且每一个那个设计都是我亲自去处理的。对呀、啊，那门口有小朋友说：“妈妈要买那个，买什么？买大一口啊，大一口，有点像大小两口。上面看起来像大一口，大一口。哎，他的反过来是念成 kid， 哦，是 kid， 对，反过来是 kid， 他竟然搞不好最后红的是大一口。好
绝对是谁？我觉得玉林哥吧。好，沈玉林，请开门。哎，好，下河西，你怎么敢讲我？已经缺点那么多，下河西啊，缺点一就是裤子太紧嘛。对啊，缺点二就是。像一棵树，有点想要吸引什么族群、啊，而且很不会搭配颜色。我跟你讲，也太像一棵树了吧。拳击场上有没有有一句话讲真好？哎，最好的防守就是什么？最好的进攻不是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Yes， 对不对？他今天讲你，你也可以讲他。我可以把它讲出来，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是不是？现在讲的这个第一条，我大概一个礼拜有三四天都会跟他见面，嗯哼，然后没跟他见面的时候就会被问这件事情，对，因为他那边很难攻击嘛，就会反过来攻打我这里，哦，所以我就会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你，因为我想说又不关我的事情，然后是他。他招惹这么大的新闻，然后我怎么回答都不是、哦、说他的绯闻就对了。对，人家有问好朋友，他很难回答，但是这我替他回答。好，宪哥，好吧，算了。谢谢。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在喝咖啡。对啊，对呀、啊，对不对？五哥跟宪哥喝咖啡、啊，跟谁喝？没有，他在喝韦恩咖啡。你要是不诚实，敖彪义祥领军的时间，对不对？不是嘛？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那我今他还没讲哎，他是还没举哎，你一说好就会打，对，你说好朋友，你才说谎呢，你骗大张说你要结婚，你还不是没结婚？不要攻击牛头马面，牛头马面不能攻击啊。哎，我不是，因为我想说把他当好朋友。哦，那我今天把我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发言权交给他去处理，让他有机会可以上版面。好了，喝咖啡这个答案我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喝咖啡，喝咖啡，只是朋友嘛，对不对？因为你的两个人之间，你看他还不是跟阿达共锅？对啊，被拍到，共锅一起共啊，共锅 OK， 但如果两个共浴，那就哎呦，没有共浴了吧？第二条。爱亏没，事实是，因为我刚刚主持一个节目，我们外景去校园嘛，因为那一集是林采缇来，你知道我录完那一集，我都想请辞了，为什么？我气到请辞，你知道吗？讲，你讲，我们那一集录啦啦队嘛，哇，他那个，你知道那个眼睛就只有爱心而已，因为你知道采缇穿啦啦队服，那个裙子有多短，而且都会那个胸有多低，他完全像真真来，当然他也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通常就一起坐车去学校嘛，他开都没跟真真聊天，一句都没聊。哇，跟那个采缇在车上聊的跟什么样？不过先跟你老实讲嘛，就是如果今天是采缇来，是不是大家如果是以正常的男生，大家我们都会 keep 的女人缘比较好。嗯，对，这不能怪他，他跟女生大家都很有的玩了，巴迪巴迪。我在车上，我都自己听我的，看我的iPad 啦、啊，或者干嘛做我的功课，对不对？宪哥一上车，我说：“哎，宪哥，你去坐那边，然后你去坐行李旁边，然后我就把那个椅子转过来，就跟其他女生在聊天。”火车有没有？他竟然背对的，本来是顺着我嘛，后来就整背对变成两个四个，哦，聊到我的啊，这么不尊重你啊！真的这样不行。下火车，宪哥只跟我讲说：“昨天睡很饱哈。”你就惨。所以这大家都可以验证嘛，是事实。第三条，来来来来，我这整年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把他身上的那一条棉裤拿去烧。棉裤，他一年四季都穿棉裤，就是推荐。哎，这件有牌子的，要不要来看一下？而且重点是他灰的穿完穿黑的，黑的再穿灰的。我等到夏天就两件裤子，就对呀。跟另外一件，那棉裤一条多少钱？这件大概就好几千块啊，几千几千嘛，几千嘛，哪一种看一下嘛。其实我看这件还是赞助的。你最贵的不要再吹了，就是我送你那一条了啦 ，Givenchy 的。哇，你送了纪梵希？哎呦，这么好，也是短的吗？很贵。你要割掉骨塞，我操！你知道那天金马奖当天，我跟他主持活动嘛，他就穿那个灰色的棉裤哦。那你知道那天怎么样吗？那天压轴唱的是李玉玺。然后呢，他走星光大道，所以他就直接穿了星光大道的衣服来到了校园的现场。是是是，这位先生他穿了短裤棉裤，然后我就是为了搭配他嘛，所以我也穿了长的棉裤。所以干嘛堕落？我们两个很像穿睡衣在主持，没有走星光大道。但是同样是棉裤，长的比较怂哦。很流行，合不合理？对对。长的那冬天阿公在睡觉穿的嘛，睡衣啊，阿妈慢跑的那种。
种，这一条通通有罪，通通有罪，打了打了打了，来来来，都打都打，搞得大头症，真的吗？没有，他是害我，好像有大头症，你知道吗？害你啊！你说，你知道，就他本人就是。不化妆，对，然后不弄头发，对，然后到现场，然后全部人就在帮我补妆弄头发，然后他就说好了没，全世界等谁？夏先生，不化妆不弄头发，你现在是在说我了？对啊，贤哥大怒，夏河西该如何收拾？不化妆不弄头发，你现在是在说我了？对啊，我在说也都没有啊，哎，我跟贤哥才是真正的不用头发也不化妆，然后哎。怎么样？就是我们就喜欢这样啊！我们出外景，那个造型师都跪在旁边哭，给我弄一次。为什么？先哥拜托，给我弄一次。你再不给我弄，他们就不带我出国了，说我没有用啊。工作嘛，对嘛？我才硬是给他弄了，然后弄头发，弄了半个多钟头，有没有？就那一关要戴帽子。特别整理货，又干没一条，水货要怎么样？哎，录影啦，哎。这个事情 OK， 因为个人习惯不一样。对啦，他喜欢弄到干干净净也是很好啊。哎，但我提出一个，哪？虽然说他弄出干干净净很好，可是我跟你讲，大家都觉得被骗了，因为夏老师虽然说很干净，对不对？但他流的汗超臭的，汗臭，臭到不行。不是因为我是体育系的学生，我很会流汗。是是是，对，没有到臭，好不好？来浮夸，你下面才臭嘞。哎呦！我是说，你们两个是讲师节目而已，你们是是我讲完，因为你很干净，你都有在洗。不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很爱上车就脱鞋子，哦，对，他鞋子就会闷住，有臭味。你们不要乱上，流汗流有味道，但是你看我的脚，袜子穿一整天，球鞋拿出来闻还是香的，都不会流汗。这么夸张？为什么？我不知道，内裤也是这样啊。我经常接一些，对对，我不要先别说，我们一起出外景，我们一起出外景，大家女生都过来借内裤去。不要乱讲。第四点，不顾自己的身体，让他当又累又烦。哎呦，怎么了？这个我觉得宪哥应该也深受其害。怎么？他有多长没声音，你也是知道这件事情。常烧瞎了。对，所以呢，我就跟他工作嘛，你知道，因为他最后还是得主持，所以他就带了一个板子在这里。然后因为他没有声音，他只能用写的。对，然后他写了，所以我必须还得转达。啊，所以就等于是整场都是我，我就想说，那 Kid 你可以分一点主持费给我。整期都你在讲哦，对呀，你怎么老是把这些喊到没声音？对呀，为什么？因为每一次我就想说，哎，要做就是尽力的把它做好，做好做。但是这一点我自己有去检讨自己，的确是我因为这个声带这样，大家都在关心我。我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他你其实是为了我，所以我这阵子就是。有在保护我的喉咙，我要感谢你提醒我这一点。对，你要有丹田的力量啊，对啊，丹田下三指啦。好吧，南约哥，南约哥啦，拒人于千里之外。你这个承认了吧？红了吧？大头症。哎，他真的红了，真的是哦，这我这一年呢，我不跟一年呢，除了吃便当之外，只跟他吃过三次饭。只是因为他家里没有人，他想说啊收工，他就说哎你要去吃饭，我就说哦好那就一起，从来没有就一年，像现在已经年底了，就三次，只跟他吃过三次饭。我也才跟他吃过八十二次。几乎每天都在吃啊，四五天对不对？我可以站在你那边，对，快点帮我们约他约不出来，但他都跟韦恩被拍到。哦，为什么？我也有话要讲。哎呦，还要马面，哎呦，哎，阎王爷的代言人。讲得不好，你打我。我们有一个群组踢足球的，然后把你加进来之后，半年之内没有出现，更可恶的是还没有出生，你没有在上面留过言。这种人，你看看，不是的，有这样吗？真的太了，你们那个是什么约的打足踢足球？踢足球群就是踢足球还不够累啊！不要踢踢人走，踢人走，过来，脱下来给他。好 ，OK 啊，你们这个控诉，算是好朋友之间，对啦，算是蛮多 OK 啦，为了他着想啊，为了他着想，请坐，请坐，好吧，来来坐坐，谢谢，来坐坐坐坐坐，一起来看看小甜甜来。来控诉墙哦，爱情的骗术哈，爱玩欲擒故纵的把戏，没有错，太不了解我，为爱盲目一意孤行，爱刀
扰朋友，这个是有的，有乱斩人桃花，害我变恋爱情绝育体。好，再来，这是公认的，吨位太大，坐坏车子，人身攻击，太攻击耶。第五点。又爱开腿，太好客，伤人眼光。哪有太好客？来来，觉得是谁？看到第三个重点，我会觉得是王少龙乱斩人桃花。你是斩他很多桃花，是不是？他一直觉得，但他是真的就是没有询问度，但他不接受。然后再来就是车子坐坏，就是我是真的有，就是不小心把他车子坐坏过一次。对啊，谁的车子没被你坐坏？你的车子我就没有坐坏。有爆胎了，只要有让他坐过的车子都一定会坏。啊，你不是新车吗？对，而且还会撂狗泪，你知道他坐后座。他讲爆狗泪车，你还爆胎啊？但是上次那个来，上次那个到三立来问说，你把我们车子坐坏要跟他索赔的，对，真的，哎，首都客运。我错了，你过来啦！棒棒，手都拍在后面。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你这样跟下河戏有什么两样？对不起，对不起，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好，一起来看看是不是王少伟？哎，金该我。风出来了，他转。哎，你不是去？你好意思的相公？你最近上社会新闻上成这样，你人生一高峰哎。你先听我讲完。你知道吗？我刚在里面的感觉好像我才从地检署里面出来那样，很不舒服。你看到你，我们会害怕。对，看一下周遭有没有什么没有特意的情。金刚也是好话。啊，怎么你怎么会酒店里面发生的？对啊，没有啦。那个宪哥那真的是一个误会啊，那个就是朋友的朋友要上去嘛，就打个招呼啊，就一上去就混乱了。结果不是打招呼，是就打起来。他们就现场就一片混乱。你是跟他们就去到那边也不知道干嘛这样？对啊，啊进去之后呢就打，然后。就我服务生就跟我讲说，你赶快去厕所里面。服务生就叫你去厕所。对啊，我就躲在里面，一直到警察。要不然跟人家没有什么冤仇。对啊，对啊，可能误会是。对，完全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后来又打了一次。后来那个我就也是为了你打清楚了，真的是。对啊，所以你看，当艺人呢，我们是最软的，对不对？对啊。但是处处以和为贵。我们看到人家看我们。丘比。哎呀，所以有时候没关系啦。对啊。哦，啊，整个事情都过了嘛，过了，对，怎么会交这种朋友呢？哎，我们不是，怎么这样问？怎么会这样讲？他是演艺圈我第一个朋友，哎，他是我第一个交的艺人朋友。他那个时候还没整容，我就我没有整容啊，最怎么？我原版的看过，他只是微调了，我微调，很大的微调了，哎，那你怎么交这种朋友呢？朋友一见面就说你整容，对啊，干嘛要整呢？浪费那个钱。有啦，根本就没有。从以前我们刚开始，我到香港的时候，你是一直跟我说，大金刚，我好想你哦，每天在那个讯息里面。你意思说他骗你的感情？对，因为呢，后来他常常跟我，他大概跟我表白大概有6年的时间。跟你表白？他也跟我表白6年的时间。那你们两个 double 到？没有。我没有跟人家表白，我没有，我是跟你是真的，我没有跟他表白。我没有跟人家表白，我没有，我是跟你是真的，我没有跟他表白。哎 ，Kid， 早上那个早上哦，银行还没开门，他就去排队，然后就拿那个什么，好了，干嘛？拿那个抽第一号号码牌，好，永远都是我第一号。哇塞！真的有那一张我还留在家里，好啊，因为我后来就发现说很多男艺人都有骗子，骗子，你们在乱讲，爱情的骗子，代表他也真是有心。而女孩子，我喜欢谁，我努力表白，这有什么不对呢？那 Kid 这件事，你是今天刚好现在才知道？没有 Kid， 其实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叫他表哥。你们两个。第二，为爱盲目。一意孤行，爱捞叨扰朋友哦，这个就真的有点夸张了。因为呢，小甜甜，我不知道你这个人怎么了，是因为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谈过一次了 ，OK。那个不算成功的。然后呢，他一
一次要跟一个男生表白嘛、嗯。那我相信在座有几个朋友应该都有叫他，没有，他们都没有啊，都没有。他这我有，有没有？我有拍短片。好，对，我们已经很忙了，还要抽空去帮他拍短片，帮他追男生。就是说，哎，这个甜甜这个朋友是真的不错啦，他推荐函，推荐哦。你在参加联谊节目哦？你在电视哦？哎，你想要申请美国大学都没那么复杂，而且能找来一人大概二三十位，每个他说录三十秒，那影片整个播完两个小时，谁看得下去啊？最后人家还是打枪啊，打枪啊就浪费时间。第三条，第三条，来来来，斩人桃花是因为你跟我传绯闻传到香港嘛？啊，真的假的？真的传到香港，而且他香港在香港怎么做人啊？所以喽，这就是我要告诉他怎么面对同事啊。难怪啊！啊，每个就说，哎，你现在那个女朋友小甜甜啊，哇！而且他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漂亮，老实讲啊，现在也不是漂亮啊。好，就是改变了，改变，改变了，改变了。哎呦，然后那时候就很多，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单身嘛，然后就说，哎，那个有时候认识女生朋友嘛，对不对？这个很正常嘛，对不对？哎呀，哎，不行啊，你有女朋友啦？我说啊，没有，我有女朋友，怎么可能有女朋友？对啊，那个台湾那个很胖的那个小甜甜啊。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啊！那个他们香港周刊放了很多我自己自拍的照片，其实蛮漂亮的。哦，你都有看啊？有啊，他还写说我巨乳嘞。他这样对你去香港有帮助吗？你有去香港发展吗？没有，就机会更少啦。看到本人之后，看下一条，下一条。动位太大，坐坏车，这个很太多了。坐坏你的，那是你自己车子底盘改太低。哎，我改太低，我载这么多人都没事，就那一次载你，然后一上那个卖场崩掉，什么苦胸卖？他是怎样？你知道一上那个卖场停车场，他不是有那个咚咚咚咚咚一格那个环降坡，一上去，啪！车走了，他跟椅子还在原地。结果你知道，我一下这一看，因为他那个后面那个叶子板那边，哦，叶子板，他太坐后面嘛，重嘛，一压下去，敲到轮子，敲到轮子之后呢，他那个叶子板那个外爆龟那边翘起来了。不是，但那一次我觉得至少，你怎么老是？不是那个，你跟交通工具犯冲。那一次我真的也算是大开眼界，因为我们是去那个西门町的那个家乐福，然后他那停车场要往上，然后一直往上的时候，我窗户打开，我就说：“哎，金刚，你这个左后方出火星，你它是整条出火星，它是有火星冒出来。”出火星啊！来，过度暴露，爱开腿啊，伤人眼。为什么要看眼睛？那不是我们想看，是你目标太大，我们就这样就看到。讲话小心一点，哪里目标太大？那我，你站出来，你站出来，你现在坐着，甜甜，你坐着。哦，那你看他脚就开了，哎，对，因为不是，没有，这不能怪他，合不起来。想唱歌需要啦，要通风啊 ，OK 啦，唱歌需要。哎，不过我要控诉他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就是跟他一起就是裸体。给那个曲老师画画，然后坐在沙发上面。对对对。那今天如果说，哎，你要给人家画人体素描的话，你是不是就是内衣应该选择就是比较包覆性比较好一点点？他不是，他就整个上衣脱掉，浪浪全裸，就浪浪就算了。他下半部是实，就是实心的，没错。上半身是那个蕾丝的啊，所以他那个晕都跑到外面了。太夸张了！那个是叫晕开的吗？就是晕，然后就昏哦。啊，那刚也是在。好了，来，没了，没了啦。OK 的，好险，好险，好朋友，好朋友，你看难得金刚回来，对，好，加油！一起来看看白云来了，来，逐条，来，逐条念出，逐条念出，多一条，来。熏心，连艺人的助理都要吃下肚，欲求不满，随时随地都在看色情动作片，情色动作片都是真的，独手被吃豆腐，完全是真的。生日被搞得像忌日，把生日趴当酒店在玩，哎呦，酒店啊，赶快啊，给能加多小心眼，暴怒动粗打女人，打女人，猪狗牛，这很过分呢，自私自利，什么都没剩啊。自私什么意思？这个后面这个我听不懂，就是你只剩自私自利啊，因为你都想到你自己嘛，没有，我就想到我自己这样啊。这个我想你已经知道是谁，是不是你之前的什么？对啊，就是前妻嘛，十一嘛，宪哥，十一吗？黑伯还弄不啊？好啦，我还不会，弄不完的呀，弄不完。黑啦，
他自己有可能是，不然怎么会这样子啊？这一定是某个妹子啊！什么某个妹子啊？就怕是某个阿姨啊，我才怕。哦，这阿姨还写这样，我就怕了。我猜一个，来，谁一个阿姨？其实这个我知道，因为这个人对我很不满意。阿公店领班。戴阿姨，结果我们这边叫阿姨叫阿哥啦，但是应该他的辈分是在我之上的啦。谁？还来，王彩华。哦，一起来看看是不是王彩华？果然是王彩华，没有生意馆，门关起来。来，直接被猜中，好的。直接被猜中，哇塞！因为他没有什么朋友啊，彩华姐的豆腐都吃，你真的是捡狼的。没有，他有朋友，但都已经网友了。网友啊，对，色欲熏。白云哥不是我在讲啊，艺人助理嘛被请，是没错。因为他换了大概有三四个助理，大家都不愿意干了。哎呦，后来在我家都躲在我家了，什么东西啊？怎么了？不是。就是我们以前一起录那个有台的一个节目，然后就是每个礼拜都要见一次面这样子。然后我的助理呢，他因为我的助理都很年轻、很漂亮、可爱，然后对，然后也很甜，然后胸部也很大。哎呦，对，他每次来看到我的助理说啊，妹子，妹子啊，坐白云哥大腿啊，妹子。然后我的助理就想说白云哥在叫了就不好意思，然后去啊就给他拉过来，哎，真的真的就做啊，做了没办法，那以为潜规则了，那你喜欢走你呢？哦，因为他没有位置坐，因为彩华的团哈，有时候真的连椅子都坐不够。朋友坐，对啊对啊。哎，你说彩华跟助理要来坐，我一定让他助理坐。哦，对对对，对呀，他讲了嘛，跟一助理。打死他！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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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你真的有用心在打，不可以这样子。你的花名也算是在外，对啊，这以前我真的是因为我单身嘛，那他就恨我单身嘛。我干嘛恨你单身呐？啊，我假扮想赢哦。是，你就是假扮想赢。我是顶时无想好友哟，我是顶想砍掉你大黄金妈来哦。我是安怎？我是欠你哦。我是安怎？后继小分哦。哎，妈，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他就不做，以后身后事还会靠他呢。对，算了，拜托他。你是真的有拜托过我？好了，我是今天你行李不好，我讲拜托你。现在直接看第五条，打女人。来了，这是出气吗？都叫七五出来。出来，玩给你啊！我绝对不动手的啦，玩给你啊！我绝对不动手的啦，哎啦，玩给啦，对不对？来来，你讲，我有没有打你？刚刚我们就看到了，以前录影我都打他嘛。哦。那因为我打他，因为那时候他肥呀、胖啊，就打起来声音大，但是不会痛，不会痛，是比较大声。可是呢，我打他的观众就很喜欢，觉得很有效果，因为他每次就会装可怜呐，然后还跺脚。你知道一个120几公斤的人跺脚有多恶心，你知道吗？对，然后呢，就有一天呢，就突然间他就打我，然后我女儿那时候才五六岁，那个保姆阿姨就带她去看录影嘛，她打了我，然后我女儿就在那边哭啊，被欺负被打，白云伯伯为什么要打妈妈？而且你看到打痛了，对，她说看录影。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那个效果，不能我每次让你打，总要回击一次，哎，观众也觉得好笑。在表演没有啦，没有打女人呐，来，随时随地都在看色情动情色动作，而且是看他自己拍的，对不对？不要，还在北海，对，北海岸呐。这个是以前呐，以前不会像现在这么多的，我们现在手机随便赖都有，就下载都。以前那时候是电脑的时候，那有时候朋友会传一些这个比较分享。一下，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比较。可是你分享你看就好，你干嘛分享给我们？对，而且你都专挑女艺人呢。对对，我也看过。你也看过？那你看我这个人对待人多平均啊，对不对？我就没有挑嘛。我也看过，哎，对，金刚也看过，金刚有看过。我有看过啊，我们那时候拍戏的时候啊。对呀。然后他说，哎，我的看姐，哦，这没败哦。然后看完之后，我说啊，哎，你这边冲一下，不啦，啊，就看姐，你是嘞？啊，我等一下，我就要去给那个服装看哈，哎呀，就去了。所以第一点是。不只是艺人的助理，他连服装师都要。吃你豆腐，这个算功德一件啊！不要讲。这个功德一件，哎，别赛啦，可以这样子。
我什么时候吃你豆腐？有一次奶哥是不是请我们吃饭，对不对？然后那天你喝很多了，我穿短裤，就像我现在里面穿这样短裤，然后你坐在我旁边，结果你的手就放这样，哎呦，我们在聊天，你屌光头。停了停了，回来回来，仙哥仙哥，白玉哥，白哥，你到底喝多少了？那一天那一天我喝的有多醉？我跟你讲，我不省人事哦。没有白玉，我跟你讲，这件代志，连一万个不会，我到这件代志是真的有，我们已经帮你报名明年度的是好人好事。啊，我去贴中东路颁奖吧。我就说白云哥你怎么这样子搞我毁掉白云哥你看你真的很 over 我可以给我几个金刚一姐我高姐女朋友然后他带去南部找白云哥然后那明明妹就是白那个金刚带的他就说啊妹子啊来来来来来来然后金刚哥跟你说哎白云哥这滚起的哦对啊所以你现在叫你姐过来你边啊没有说爬了去了对啊对啊看到他就要先搞尾桃搭嘞，对啦，要先讲，没有，而且不止一个，不止，他每一个都要唱。你看，好，来来来来，哎我跟你讲哦，啊，白云哥跟你说好，哎，啊你哈，对了，啊，好不好？啊，也不讲要干嘛。你是干嘛？啊，回啊，你刚刚回了，我讲哎，阿丽娜，你今天我刚回的，你讲安娜，安娜，是不是先回？不先回？不先回？不先回啊？喝醉的原谅他一次，对啦，要不要自私自利？这个比较啊，最喜欢哪一样？我们每次去参加喜酒，通常都是找人来包卡贼啊，对啊，对。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男人脸皮这么厚，打包，打包哎，节俭呐，哎呦，不是你不能，你不能这样子。他每次带一个大包包，然后一进去坐下来的时候，不都有酒吗？他说：“哎，你们不喝不喝哦，来。”我包打包酒啊，然后呢，所有吃的菜啊，包括那个红蛋呐、啊，小珍那时候昂嫩啊，哈，阿哥我站走会硬撩，咕噜杯咕噜杯啊，他全部都包，然后我还跟那个服务生讲说，哎，给不要得嘛，弄搞包包做几个，因为他那个哈，其实他那个果汁呢，他们有是帮着赞助哦，但是果汁它有一点时效性，我会让他啪底下黑的派去啊，洗稿也是倒掉哦。那我说我可以包个3-5杯回去，我就包回去嘛，因为没有人喝。但是我打包那个菜是因为呢，老实讲，我真的很节俭，而且我现在吃东西不能一下吃那么多。对了，对，那我回去慢慢吃。你打包完也要跟往生者致意哦。对啊，这一次我先打包了，谢谢。三哥。喜宴啦！你还在脚尾饭呢？对不对？脚尾饭，我怎么永远都有脚尾饭的感觉？每次跟你吃饭，我都快乐不起来。悠悠，对，所以节俭啦。对，我节俭啦，啊，因为其实我们圈内彩华也是打包有名的啦。嗯，对的，你们速度快啊！但是我觉得这是节俭，这很好啦，因为很多餐厅他们是直接倒掉，哎，是真的倒掉，哎，对的。哎，人家做菜贵嘛，就好吃。无啦，你动作你1930年代你锅渣。两个人去下脚差的，对啊，我跟你讲，指控成立的，成立的，好不好？好，来，轮到我们谢杰林来喽，来，好，来，哎，只有4行哎，哎呦，蛮少的，来，疑惑女神苏荣，狗眼看人低，你是不是属狗的？不是啊，属什么？我属牛。好，该狗眼，牛眼，不要算，现在就不要算，哦，为什么？第一代的。灾难一代，你这年是2005，10年前，快11年的十年后再次回到灾难女神，这才叫厉害。谢谢宪哥，谢谢。对不对？人值得尊敬的是，但是我没有狗眼看人低啦。对呀，你不会吧？他人很好相处的，不知道为什么。再来第二个，视力眼。见钱眼开，怎么可能？大家出来要工作，要赚钱养家嘛，难免。难免嘛。第三点，三句不离脏话，搞的朋友也没有形象了。真的吗？你会三句不离脏话吗？金刀看人，看人，看人。我所以真的会教的。哎呦，没有，我这样看到第三点，我觉得这个人也许是山猪，因为我跟他就是对话中，我就会有一点不耐烦，然后就会骂什么。很容易，通常都容易忍不住的。爱吃装矜持，难怪没男友。爱嫁给谁的？哦，真的，人家知道你很会吃啦。男生有可能是山猪，因为他跟我很近，然后又知道就是我获得2015年，因为我们都在一起录影嘛，一整天下来。那你跟他是好朋友，我跟他算是好朋友。你知道他的
英文名字吗？是山猪 pig 吗 ？No， Sandro。Sandro， 对对对，山卓，山卓，好高级哦，好高级哦。Hello， my name is Sandro。Sandro， 对对对，山卓，好高级哦，好高级哦。Hello， my name is Sandro。山猪，谁嘛？山猪的，有可能是山猪。一起来欢迎山猪出场。山猪，山小鱼，超不满意，等一下，你不满意宪哥吗？不，这什么啊？你们两个聊一下，先聊一下。有啦，小鸟聊一下，和解一下嘛，是吧？这个哦，为什么偶像抱我？偶像抱我干嘛？我们上次录了一个。然后说我写了一个卡片，然后最不可爱的女艺人是谁？里面写的是小小鱼，但是那是一个我要倒过来说，其实你是很可爱的。因为我从以前成为游泳选手的时候，还没有进演艺圈，我最喜欢的主持人就是蓝心湄跟吴宗宪，所以当我听到啊。这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宪哥这样讲，然后我就，但是我现在已经走出那个伤痛了，慢慢的。哇，你真的瘦了，真的是要把自己的伤痛先嘞。杰里，你来主持一集，我过来这边。控制一下，但是我好朋友他知道，我还哭到眼睛流脓，他整个半夜都在流脓，群主都在安慰，哭到眼睛流脓，眼睛流脓，泪都流干了。后来就是那个脓血有挤出来，后来还好。你是哭到长针眼了，对，过了过了啦。小小鱼，怎么样？宪哥是爱你的。哎呀，是我儿子偶像啊！不要再哭哭了。没有，而且是很喜欢你。对，太感动了。所以回去不要流脓了。对，流汤就好。有医生有把我那个脓血。你现在用一点脑袋想就知道嘛。你会骂你的人会。跟你在打闹，一定就是你的好朋友，没错，就是爱你打，对，不说不敢。好了，来，时间进来，来，狗眼看人低，来。他从2005年得了奖之后，然后2015年呢，我们那个票选是这样，像我那一年，我是2013年得到第9名而已，因为一个脸书账号只能投一票，然后他是2015年的第一名，全台湾哦，那个票是真的不能灌票的。后来我们就有组一个吉星帮嘛，然后他就很有向心力，比如说依依佩佩就约说我们大家一起学跳。跳舞，杰林就在群中说：“哈哈，我要去，就好踊跃。”我们就觉得哇，这女孩子太好了，我们就有人加入，我们又开为她开了一个群组，要学跳舞。然后 PO 哥有说我们要一起练打拳，这样子我们有运动。然后杰林说：“我要去，我一定要去，就第一个报名，一直要去。”结果这件事情呢，已经延续1年了，他从来没有跟我们去练跳舞，还有打拳。PO 也要去、啊，那这跟 Key 的是差不多的，对呀、啊，不要吗？没有，先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真的是因为他们很喜欢2个礼拜前才约，才怪不满意，超不满意。2个礼拜前约，很有可能我们都已经排满时间了。然后他们很喜欢约你。3个月前先跟你预约。我还没跟你算账，你等一下，等一下，不是那个宪哥，他们都喜欢约前2个礼拜就算，而且是礼拜6而已，所以只有2天可以选。然后那2天我有固定的电玩节目要主持，我就没有办法到。吃饭或是什么的，我们可以约其他时间。说到吃饭，宪哥，我要反控诉他。来，他这个人心机超重的。怎么了？因为我每次约出去吃饭，然后他都会说我肚子好饿，然后就把整桌点超满的。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就是每次我们在吃饭聊天的过程，他都是吃2口，筷子就放下就不吃了。然后都是我们一直在吃，还有几次是我们已经吃完，大家女生都吃饱，他就会从包包里面拿一个东西出来吃。有一次我就问他说这是什么？他说：“哦，是减肥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要一开始跟女生一起分享，大家一起吃一起。女生不会买哦，不满意。不是，只有我们胖，然后你自己瘦，哎，哪有这种人呐、啊？我以前是游泳选手，但是你真的瘦到看得到。对，但我以前59公斤这么胖，所以我是本来就有节制的、现在应该是57，应该差不多。有瘦有瘦，57啦，不满意，最瘦不满意，不满意。第二一点，势利眼。”见钱眼开，这个跟第一项是有一点连结的。他刚不是讲说2周前才约吗？有一次我们是前一个月去敲大家的档期，哇塞，一个月来。
来得及准备了吧，然后后来就敲了某一天，然后那一天后来我也接到工作，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即兴帮已经约了，对，我们即兴帮八个人，如果我去接那个工作，那工作差不多快10万块。哎呦，然后如果我接，我是不是要跟其他七个人炫耀文呐、啊？对，恭喜你，康奎加班扣了，还要加班扣了。那个眼睛起出浓，那个讨拍文呐、啊，讨拍拍。哎呀，没有了。另外七个艺人为我赶时间上太夸张了，所以我那工作我就没有接。然后后来我们的确即兴帮八个人，大家就说哦，好好好，就约好几月几日去。后来到场之后，只有七个人到，他放我们全部人的鸽子。他因为他说他接到工作，我有原因，我有原因，宪哥。因为呢，他们约那礼拜其实是更上一个礼拜，我有一个出国的工作。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工作，我那个对方大陆人他们买不到机票，所以他们把活动记者会往后延了。出国的工作，对，往后延。谢的英文是 S， 不是去美国吗？旅行，客人是大陆人，加班吗？哦。到更下一个礼拜，可是是因为订到机票的关系就撞在一起，那我不得没办法推掉，因为我们有签合约，而且我总不可能跟经纪人说我为了要吃饭然后把这个 case 推掉，是是是，对啊，而且我那个 case 20万，你10万也还好吧。哇，常为他改时间，哇，非常常为他改时间，都这么贵啊！对，就开玩笑的。然后像逸翔啊，他也很忙，可是他就是稍微晚一点来，他还是会到。哎啊，所以他有没有来都无所谓吧？对啊，会啊，因为他没有拿到可以来的衣服，对，爱吃啦，装矜持。没男朋友，没男朋友，怎么说？就是他其实有喜欢的人，这样被他吃垮。然后有一次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圈内的性幻想对象，就是聊这个天。比如说我们就喜欢的对象是谁？有一些男艺人他们就讲说，哦，天星啊，或者是谁啊这样。然后他就讲一个很会炒饭的人，他讲谁？是一个素人，然后是一个厨师。不是，宪哥这是有故事的。他说就是性幻想对象，我就说我喜欢有才华的人，然后他们就说那就是可真正可以怎么样的炒饭达人，然后我就说是宪哥，因为我从小就好喜欢宪哥，性幻想对象，炒饭讲这个故事，脖子都红了哎。宪哥，因为宪哥又有才华，我觉得就是演艺圈我可以这样。哦，你讲的是那个股市宪哥，对不对？宪哥，我的宪哥，现在知道的，什么东西？我知道，那个，那头发很亮，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因为早一点跟我表白，对不对？你看这么样的正妹都喜欢我，我跟你讲哦，我空有一身好武艺啦，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这一讲，我们知道。宝剑长出名山呐。对。说那你就约他什么的，不用单独，我们大家一起约那个厨师或者约宪哥，他就会说，因为他们说宪哥不行，宪哥已经有家室，已经不行了啦。宪哥哪里不行？给我时间，不行，给我时间，你给我时间。他已经没谁，刚刚有谁有？好了，这个都好朋友，其实啊，我想。这个交朋友的事情，有时候也是要缘分，是不是？好好加油，希望找到喜欢的如意郎君。是的，因为你知道，在这个点要做 ending 很难做。对，再次谢谢几位好朋友来到节目，明天同时继续。